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明天上午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新款。我们这次的新款主打的就是一个款式，有两种小个子版本跟个子高的版本。你比如说像我身上的这个裙子，这个裙子的版型因为它弹力比较大，衬衫穿在里面单穿叠穿都可以，要露大长腿我们也就可以买这种版本，它一样都有那种收腰身的全身，小个子版本个子高的版本，两个穿法我们所有的造型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很多女生没有抢购这个连衣裙，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做返场，我们整个后台评价大家都会觉得超级显瘦。然后这个裙子哦，就是从背面看就是那种特别收腰的那种裙子，对吧？然后你整个人转过来，你看它的整个心机感，这边有一点点那种不露肩带的镂空，然后腰身又收得很紧，但是呢它又不是把你整个人完全勒住的那种显瘦。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连衣裙，它是衬衫加那种收腰的连衣裙一体的，但它后面这个地方是镂空的，也就是避免了你肚子很大完之后又想要遮肉但是同时又塞不好的问题。在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加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款的腰链，我们的这个腰链应该是在9点半还是10点的时候会给大家开，记得准时来。再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几个比较休闲的套装，这个里面我们是可以直接加白 T 的，搭一个小白鞋然后加一个白 T， 妥妥的文艺感。这个款式另外一个是这种粉色，给大家准备了这种裙子，你看黑的蓝的跟鹅黄色，那我自己感觉鹅黄色更好看一点点，腰身一扎然后搭一个小白鞋然后拿一个帆布包，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看。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两款针织上衣，这种针织上衣因为是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多的类型，所以我们下半身就简单的搭一个黑色的裙子就可以了。记得哦，我们早上8点钟直播间不见不散。